用表演团中场休息的时间，强大的好奇心让我们再一次走上舞台。刚刚在表演期间看到音乐团团长用伐木锯演奏的《雪绒花》，着实让我们开了一次眼界。And you have the vibration with one leg and vibration. 嗯哼。它是通过腿的这种震动。When you bend this all, it don't get tired, you see?他说 要把这个弹奏好，需要你有非常好的耳朵来听这个音调。现在让我来试一试，看我能碰断了。说一个啊，难听啊。 No vibration, you need vibration. Okay, okay, yeah. 我终于制造出了一些噪音。这有点太难了，对我来说全部是噪音了。